的打击机会，这一棒打在右半边，遭到了中成佑的接杀。因为之前有经历过一些比较属于自己重要时刻的比赛都没有把握好，那自己也告诉自己不管怎样都要平常心，但是有点难，对，我尽力，就但尽力了，我觉得我尽力了，打完之后才发现棒球棒要收起来，要换教练棒，上去我都没有想，球来就打了因为之前都想太多，然后反而让自己绑手绑脚。那这一次就没有想，没有特别去想说要怎样，然后只是把它准备好。因为在第七局的时候，我已经有看到李智在热身了。那我想应该也会叫他来投第九局。那第二次碰到了，所以也很可惜，那一个球也算打得比较可惜一点。遗憾，对啊，但遗憾，听我名字喊喊够够了，米够了，但遗憾了、啊。那我觉得，这一次的系列赛就是我们跟拉米狗谁看，我跟拉米狗谁比较遗憾？那看起来是我比较遗憾。那也，我想所有球员都很尽力了，那投手当然也很想尽力去。压制失分，那两队一个打击真的是串联性太好了，所以在这几场他们的企图心非常强了，对啊。一开始没有那种想法，只是到第一局得了，就慢慢的那个心里那种感觉又救出来。那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多打一些分数，能够拉近距离，然后或者甚至超前。那很可惜的，拉米戈真的是一支打击火力非常强大的一个球队。那光是他们在任何时刻都不会放弃，那也非常恭喜他们能够拿下今年职棒30年的一个总冠军，来恭喜他们3.8这样。当然，当球员都不喜欢人家看人家拍抛彩带，但比较喜欢自己队上的彩带，但你就必须接受这个事实，对，就不想输就要打赢人家了，对啊。你想要成为顶尖的球队，抛彩带，而不是看人家抛彩带，你当然这抗压性你是必须承受的。那，希望他们接下来能够顶住这压力，尤其兄弟的球迷是非常多的，而且呐喊起来的声音是非常有震撼力的。那他们必须要去承受这样的震撼力，让他们
让球员跟球迷一起享受这个荣耀的。就真的退休了，就真的，当然感触是有了，那觉得也非常感谢所有球迷，然后虽然输了那么多分，然后他们还是继续在为我们呐喊加油啦，尤其在我上一打局的时候，在最后一局最后一次，然后球比赛结束之后的时候，那我觉得有这些荣耀，也非常谢谢他们给我这些的荣耀。以后又叫你吴教练，就习惯吧。对啊。开心就是有这么多人还可以陪伴我，谢谢你们。